真奈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肉丹为了一个球球化身嘤嘤怪，对我骂骂咧咧，真的怎么会有这么护球的小狐狸啊？肉丹，那是哥哥的球球，你还给哥哥好不好？啊？你不还？不可以，是你的球球。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这是哥哥的。你急的话都要说出来了。